好似下一位。多謝主席。主席，我哋香港啊，而家日日都話要解決土地問題。如果政府今日開始一個新嘅計劃，可以喺市區減三分一地價，仲有低息貸款買樓，又唔使好似居屋咁資產審查，你估有幾多人會排隊申請咧？你問我，其實我都唔知嘅，我都唔敢講嘅，因為原來呢啲單位要賣出去咧，係要補地價，即係除咗補地價，仲要成棟樓嘅人同意先得嘅。不過睇翻歷史，原來咧。只要大家俾啲壓力政府，就可以將門檻改低啦。咁其實呢、這個而家講緊呢個公務員合作社，由頭到尾都係想俾甜頭啲公務員啫。咁佢壞處參加嗰時已經大家好清楚，而買嘅人係自愿，冇人逼佢㗎喎。咁點解到今日都仲想不斷攞多啲着數呢？唔通公務員大晒？事實係指差唔多 75% 嘅公務員樓都已經脫離咗個合作社，可以自由買賣，證明如果佢哋想走想賣，唔係冇可能。但依家佢哋仲要求市建局一筆過收購，又補埋地價，入去住咗幾廿年，出嚟都仲想攞多啲著數，舐完又舐。主席，我哋獅子山學會係最認同可以幫人嘅政策。我哋見到好多年老嘅前公務員，每日都仲要掹幾層樓梯上落，我哋其實係深表同情。不過香港有咁多住喺更加惡劣環境嘅人要幫，好似嗰啲住得幾廿尺大板間房嘅人，佢哋都係冇電梯搭㗎喎。要幫其實幾時先輪到啲退咗休幾廿年到而家都仲每個月收幾萬蚊長俸嘅公務員呢？入公務員合作社又唔使經資產審查，咁有幾多公務員係窮人要幫呢？市建局要用資源重建，都起一啲比佢哋慘幾十倍嘅人先啦。所以獅子山學會認為，依家成個討論都係嘥緊大家時間。香港要幫嘅人，有排都未輪到佢哋啦。多謝主席。